家好 sweet 啊！你覺得我企度可以彈到支吉他嘅咩？大家想唔想聽佢再唱？咁山大，咁啊！我唱短啲啊，我唱短啲啊。呢首歌我諗在場冇乜人會認識，因為佢係屬於我嘅年代嘅歌嚟。你唱完大家就認識噶啦。大家中唔中意鄭成功噶？活著飛爬就一個行就冇乜意思嘅。玉門點奏呢首歌佢係送俾佢嘅愛人嘅。咁我呢首歌我諗冇人識㗎啦。咁送俾大家叫《別來無恙》。在天空也一樣，這輩和藍玉的星星都會發光。從前前熱到今天也不變樣，是人是物物逐步地更改這狀況，我會永遠欣賞你。任何模樣，我會永遠喜歡你，呼吸心中的理想。用眼光為你，我在那情況，營造出美麗印象。無論哪次我與你再相見，別無恙。感受迷惘，從來心態都一樣。無論世事怎樣變，都會是緊密與潮著你所在那一方，是我方向。我要拿出好了，大家覺得他唱得好不好聽啊？
賽，但亦都係你將來一個演唱會或者音樂會嘅預演嚟啊！